把它改为空制，其实有个方法，就第一个列号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栏 for j 等于第一栏到range 括弧，然后以 A1 当基准，我要知道有几栏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的话不就可以把全部的资料清空了？点什么呢？点 end， 然后括弧，我要到最右边 to right 的什么呢？的 column， 我就知道这边有几栏嘛 ，C O L U M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是 J 的话是栏 ，I 的话是列，那这样我不就知道它这个范围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的话 ，nest， 那里面要做什么呢？里面就是把里面的那个 sales ij 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哦 ，sales， 其实列 i 逗点 j 括弧等于什么？给它什么？等于空字串，这样不就清光光了？对不对？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因为试算表一定是一个范围啊，你就啪全部跑完了。不过这样子跑有点不没效率了，还有更快的方法。好，我只是跟各位讲有这个方式。好，那我们这个部分哈、就来试试看，写出。那所以第一步，确定一下里面先空的，问题一里面空的，对不对？先把它关起来。第二步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执行它，然后跑跑看，看它有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。不过哈、还是设一个中断点好了哈，不然的话一下跑完，你就没有那个。感觉不出来，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 OK 了哈，然后跑到这边停下来好了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第一步一样，把表单叫出来。第二步的话呢，把全部汇进去。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它就会开始去跑。不滑鼠油，现在是，glass， 现在有在跑吗？这个时候呢，滑鼠游标呢变成有没有忙碌的状态，就是沙漏状态了，我应该还可以再做更好了，各位可以再思考看看有什么方式哈、好，那等到它全部跑完，汇入完成之后的话，那它这个漏斗状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箭头，并且会停到中断点。中断点就是说全部做完了，然后要把什么里面原来资料给删掉。那删掉的部分 OK， 好，那就是从第二列，那有删掉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我把它移过来好了，基本上它就会 for 有没有二列到最下面一二。